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在《斗罗大陆》中，唐三作为主角的存在，所以备受很多人喜欢。尤其是剧中的美女，只要见到了唐三，便会爱上唐三，女主角小舞也不例外。可见唐三真的很有女人缘。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唐三的魅力到底有多大吧。首先是孟依然，她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才，在星斗大森林中与唐三结下了仇恨，还打了一架，最终肯定是唐三赢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唐三送给了他透骨针和暗器法门，因此他对唐三有了好感，还亲了唐三。其次是火舞，在遇到唐三之前，他为人很骄傲，但是在和唐三对战的时候输给了唐三，因此他的行为不再那么猖狂，还在唐三面前表现得很羞涩，大概是喜欢上唐三了吧。最后是宁荣荣，大家都知道奥斯卡喜欢宁荣荣，所以宁荣荣喜欢唐三就感觉奥斯卡被自家兄弟给绿了，但是唐三只爱小舞，所以奥斯卡也不用担心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